吗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记得有几个东西。第一个，身体强度要拿出来；进攻、防守的时候，身体强度要拿出来；防守的时候啊，身体强度拿出来；进攻的时候，一脚两脚快一点，闪掉 ，OK 吗？来，先发球上去，球拿回放。开了。球放好，椅子那边可以坐，坐椅子。全部练队，全部上，全部上去。看不习惯了，总是你呀、啊。我平常是没有在接那个哦，就是因为今天小峰太忙了。然后我本来就是，哎，拿来设计用的，对吧？哦，不是，难道是我们做的？有写名，有写名字，有写名字。嗯。然后那个没有。这个没有，这不是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。我有两个。这里。不会不会，那个球帮我收，那个放这里，放后面，这里后面，拿过来这里后面放。一人们，加油！地板的，一二。地板的，对对对，放先放好，天然草。说，李立成说，好球球啊 ，Go！ 海杰你的，海杰，在在交叉，边线的交叉。边线的龙明跟凯乐，交叉的交叉后面要对，立成回来一点呢。海杰看一下，没关系，再来防守，再来，抬头抬起来，再来，没关系。海杰对象怎么样？好球，立成再来，看一下球，有没有这样？看一下球，专心一点，跑起来，后面动起来。凯乐一脚，我拿一脚抬起来，这里要把球给好，要把球给好，冷静一点。防守先上，好球。勾，距离短一点，两个人的直线，防守。喂，你冲过来。好球，两名一对一，再给，两名可以再给。两名，我在家。再来，还有后面的绿色上海点，先啊，后面。选到后面，选好，奥赛了吧？没有，这么大没有越位啊？还有什么？没有越位，这么大没有越位。那我就找一个。反正。那个谁，海杰去前面不要回来，没有奥赛就不用回来了。过场了，雷雷，冲了，很好。动起来，很好，再来。绿橙，指挥一下。黄绿橙，熟了，表现不错。再来，左脚右脚自己知道。一对一不能被过，好球，先好。海杰呀，海杰再来。对，先拖延，对，先拖延。海杰，中海杰。哎、
找队友，队友在哪？不行，再换一个。那个阿伟，好球，那个进来来。要换绿神呢？没有，你等一下，你先下去啊。等一下，我换，我使用错人。李翔来。会紧张吗？中间，好球 ，Go Go Go！ 有没有机会？立场先退，先二补后面，先二补后面。对，立场看人，看人，人人人人。依然，专心再来，没关系。先二，好球，没关系，好球，再来。立场要补一下。这场比赛是不是？有越位？没有，没有越位。等一下，你换海杰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只要把防守做好就好。有问题了，防守就是要退回来。海杰站左边，雷明，雷明，再来。海杰在哪里？裁判换人，海杰在这里，海杰来。雷明会退，上去这边右边这里做交叉，跟雷明做交叉往直线跑。对，你们防守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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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立成发，立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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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卫线往前拉，后卫线往前拉，往前。里面坐在地板上坐着，坐下去了。先来，可以啊，先换一下了。跳一跳，去后面跳一跳。上去，左前，左前。防守先做好，凯乐，先把防守做好，坐着，坐这里。海杰跟那个磊明来，第一个，你们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什么叫太累了？你们又要进攻，又要防守，又要进攻，又要防守，你们到底有多少体能可以让你这样一直跑来跑去？选一个做。今天进攻的时候，我不是在进攻的时候怎么样？上去早一点分球，一脚两脚就不会那么累了。再来防守的时候，我们先把位置站好，缩好在中间，这样子我还要这样子冲来冲去吗？不用嘛，对不对？知不知道？休息一下，喝个水。一安大脚，前面一点。keeper， 距离要算一下，左边海，左边海浪，低一点，守门员卡着就好。海杰好了吧？好了，那个林翔，我打哪里？一样左边，吉安基右边，左前方。两个东西，第一个，你很紧张对不对？你是很紧张，你去拿水冲一下你自己的脸，让自己冷静一点。吉安，那个帮忙，海杰在那边不用追了，追海杰。浪费力体力啊，那就不用追啊，就看就出界了，就赶快退回来，防守的位置先站好。对，位置，绿脚要补哦，先锋要补哦 ，Go， 快攻！阿边，海杰，放轻松一点，开始。阿边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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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再来，帮我 go go！ Skipper， 前面海凯乐去前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。齐恩直线，海结束。凯乐，绿城补中间这一块。对，球来了，你看我都说球来了。裁判，帮我看一下。Ariana， 我脚来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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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脚后跟抬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直线看一下，海杰站直线，凯乐中间，绿城，一脚的或是直线的，一脚或直线的，
往前面走啊。两个去报废。好，球开了。来一下。雷鸣，你妈记得一件事情。今天对到这种身体强度比较强，他的年龄跟你差不多，所以他的身体强度跟他的速度比你快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去含着他，跟着他就好。为什么我要去跟他碰撞呢？对不对？他只要多带一步，我就把他球踢掉就好了。他跳哎，台湾人。行啊行啊，助跑远一点，说啊说啊，绿彩说啊说啊。好，球球。一脚两脚快一点，找一下队友，队友在哪？雷鸣来。裁判换人，齐恩。雷鸣要回去，全部都回去，快跟我说要跑就好了。位置要在哪里？知道位置。对，海杰，圆弧，绿彩进去了，看人，宣号，往外 ，Go， 防守线出来，海杰，你没有捕鱼啊，海杰，渔网呢？从一边。雷鸣，早一点！雷鸣，正强，我们会的，一脚两脚，绿彩再补，再来，后面还有个帮忙，绿彩，凯乐回来，绿彩拉到这里。雷鸣中间，好说 ，OK 说，雷鸣这个控就好了，先让我球，雷鸣那个控好就好，除非你有看到海杰在你后面，他要跑，海杰你跟雷鸣要讲一下，谁要跑谁要动，我们的，发球，那个雷鸣发，凯乐跟那个海杰 ，Go！还有，低一点，黄立成不要退，再来，身体拿出来，再来 ，Go， 立成 Go， 后面留，凯乐留后面，立成准备好，右脚，黄立成。加进来 ，Go 快攻，立成 Go 呀！退，先攻破，再来，好球没关系，那个凯乐去发，雷鸣跟那个谁，海杰做 loss 的那个，往凯乐那边跑做 loss 掉的那个，往直线的，撞墙的。对，够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直线撞墙的那个，够。走，要退，雷鸣补一下，信号。哎，两个后卫没有人要帮忙啊！没有人帮忙，立成来，进来，再来，没关系啊，再来一颗。哎，你看，我们这样被挤，这样挤进去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你看那个，就这样子，他们两个这样子挤，
你在禁区里面，你就一脚脚尖把它搓掉就好。他打把球搓掉，你踢到他又没有犯规。他会发给你，他会有给你，有他会有给你。撞墙的，撞墙的，两个人的。中间，中间。爸，为什么会往后路呢？我的哟！哎，黑豹。喂，哎，国辉，国辉，国辉，三点没有人过来。来，说两个话，要说，要掉话要说。好，交进来，拖人他叫，拖人就叫了。绿闪，有机会快攻要跟，宣浩再早一点处理球。远的可以。绿闪有时候看一下远的，一脚都打远的。压压迫，雷鸣，雷鸣压。先啊，不要乱滑下去，下去就起不来了。短的，短的，那是一脚的那个，进来一脚回的那个，假跑一脚回。先啊，你刚才讲什么？假跑一脚的那个，我昨天跟你讲的。不行就远的，不行就远的。雷鸣拿到。来盯人，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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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盯人，凯乐。球。那个立成来，立成，裁判换人，凯乐，立成去打中间，说你去左前左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跟宣浩讲，我明天就礼拜六我就有讲，我明天就昨天就有讲，只要不行的话可以怎么样？假跑回来，一脚回传，直接踢远的，这样不是可以比较远？来，你拿北风的，正好，等一下，我要让绿城去打中场，跟你换位置，你去帮我打后卫 ，OK 吗？他们射我就打。第一个东西，那个七号啊，跟那个十号，他们你看他身体素质比较好，对，所以他们脚力比较薄，那我们只要去拖人做到什么事情就好，不要让他射，对，不要让他射就好。对，那刚刚你看我们刚被进的那颗球怎么被进？就像那滴滴滴滴滴滴进去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那个十号，他那个七号板就会很大力的射门，他会跟你跟他卡一卡，你不用跟他卡。接你拿球的时候，你拿球的时候，我是防守的，我就只要等他拨一步的时候，把他球直接踢掉就好，知道吗？就看他那边秀都没关系。绿色上上上上啊！亚波十位，靖凯，那个高中桥在弹的时候就要给他上压迫了。快点，赶快，快点啊！靖凯掉，靖凯，远一点。早一点，早点找队友，队友在哪？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，凯乐来。球要来，你看，头又低低看到地板，之后又找不到队友在哪。
上。那个凯乐去打中间，你好，那个进凯去中间，左凯乐左边，凯乐右边了 ，Go。第一点，第一点。要小心了，你太高了。狐狸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对，凯乐发。海杰，你们要动起来！只要你们现在就觉得你们输了，就已经什么都结束了。不要急，凯乐，对，直线，含着叫，含着叫，漏人了，左边是谁啊？左边。把球掌拉到最开，凯乐先接了，回传短的就可以接了，不要再掉了。冷静一点，找一下队友，帮忙接球，帮忙接球。两边前面，帮忙，一脚一脚两脚快一点，好球，再来，绿城。来，过来。给先发的做。